猫神和花海难道真的和解了？小胖块头虽大，但健步如飞，一直期待的梦之队团综终于来了。近期官方爆出了梦之队团综的一些画面，从视频中能看出每位选手都很帅气，衣着发型都是精心挑选，并且有个超短镜头是猫神和花海的单独交流。继上次花海因站位老林两人互相开团后一直没有缓和，这次在梦之队团综里难道真的和解了吗？其中还有个劲爆镜头，花海和小胖飞奔的画面，小胖虽然块头很大，但跑起来健步如飞，浑身肌肉颤抖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仅如此，除了每位选手帅气逼人，葛大爷更是帅出了屏幕。最后梦之队团综时差5小时将在8月26日起每周一周二12点播出，敬请期待。